拜拜，今天吃到你朋友。对啦。我的宝贝儿子过来，你知不知道江湖上都称爸爸叫什么？肖大哥。啊，那知不知道爸爸的生意有多大啊？南半里头都是你。那知不知道谁是我的儿子啊？哇哇哇哇！那知不知道我以后要把我的生意交给谁啊？当然是我啊。啊，不过今仔日的再去高点，你来做什么代志？再到我家来呢？再去高点？哦，啊，就迄个啦，我头过迄个穿红色外腿阿上身躯啦，迄个我看迄个。